刚才你所分享的是非常奇妙，甚至作为你经历很多的作为啊，发生这个事情，你所分享是非常好，你想都是用人的角度的，就是事情我就做什么，我做什么，我们怎样将神的作为放在里面呢？当我祷告，我感受神的临在，神感动我，神带领我，神告诉我，我要做工，我不要轻看神的作为。就是在整个过程的时候，分享的时候，都讲出这个过程，神怎样感动我，推动我，改变我，也改变这个家长，也改变你。这个就是不断去讲到你的作为，这个作为的时候，其实神在做什么。很多时候人会说啊，我差不多有交通意外了，他就说这个车没有撞到我，他不会说我觉得是神很奇妙的，将这个车挡开就没有撞在我身上啊，这个按照常理必定撞在我身上，但没有撞在我身上，必定是神用他的手挡住这个车，而且是神感动，神也带领我，神也做工在这个孩子身上，就马上做工了。